大家好，我是华爸，我是鸟妈。大家知道我老婆怀孕第几周了吗？我跟大家讲好了，我现在怀孕大概17周。我们还没有跟大家公布我们宝宝的性别，对不对？不是没有跟大家公布，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。对，前两胎都是我们自己在产检的时候就知道，然后告诉我们的家人。我就觉得他们有点可怜。我们想要让屏东的乡亲有点参与感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在产检的时候呢，我叫医生看完性别之后呢，不要告诉我们，然后把它写下来，放在一个信封里面封起来。我就把这个信封交给另外一个人了，他就要帮助我们完成今天的计划。那个杯子蛋糕，麻烦，对不对？对这样拿着就好了，可以。老板娘现在比我们早知道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三个人知道，三个人对。好，得到道具了，回家再跟你们说里面是什么。好，我们的道具现在已经摆好了。我们做了两种颜色的杯子蛋糕，可是里面的内馅呢，就只有一种颜色。你觉得是男生的话呢，你就选蓝色的杯子蛋糕；你觉得是女生的话，你就选粉红色的杯子蛋糕。当大家咬下去的时候。可能有一半的人会很失望。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的这个性别揭晓派对了。耶！所以我家人都在这边。那个宝宝就是现在相机前面那个宝宝。如果他是男生，你就拿蓝色；如果是女生，就拿粉红色的。好，来大家开始选吧。我先选。来，你去选，我先。我先。我要这个。阿赵，你选啥？男婆囡仔，啊，做男婆拢开好啦，男婆较好。阿姨选男生，对我选男生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生了两个女儿，让我有一个那个补偿多一个男生。对啊，我希望是女生啦，因为我本人就比较喜欢女生。我觉得女生还是有个人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选不一样的答案呢？对，我跟你讲，如果公选女生，我就选男生啊。妈妈，你们结婚几年了？几年了？38年。男生女生一样好，都好。姐姐不要偷吃哎！要弟弟啊，妹妹。因为我有一个弟弟，我也想要一个妹妹。好，我觉得光光应该想要弟弟吧？给你。好花。爸爸私心帮你选。你快点，你想太久了，是不是选择障碍？我要选女儿。我不是说我不爱我儿子哦，但是女儿真的是太可爱，儿子没办法取代。啊！又哭了。换我。大台，你觉得是男生哦？我觉得是男生，因为我觉得怀他的感觉跟怀光光比较像一点点。因为你选女生嘛，啊，我就选一个跟你不一样的。哦，哎呦，有那个岳父岳母。对，跟爸爸妈妈致敬一下，这样子。数到三一起咬哦。好，一。一。好，二三。出光了，阿光也要有多一个孙子了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妈妈第一次问我的时候，我就说我的第六感说是男生。为什么你会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感觉那只是男生。哎，恭喜恭喜！哎，那爸爸我们家我们家。啊，阿壮尽量啊，尽量较十包的啊。对啊，对啊，都很会啊。你傻住了吗？妈妈，她真的好失望。再生一个，对不对？好可怕！你孙又不是我生，对不对？她超风凉的，好不好？讲风凉话。我的妹妹去哪里了？我跟你说，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生一个妹妹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弟弟打扮成妹妹的样子。我怎么觉得这是最好的组合了？是吗？对啊，因为弟弟长大也有一个伴啊。然后这个姐姐就是她很爱当那种发号施令的人，我觉得如果是弟弟的话，她应该可以管得很好。OK， 你可以把弟弟们管得很好吗？可以，你可以交给我吧。对，你可以交给你吧。把你的所有会的东西都交给他们，照顾他们，爱他们。好啦，就像我们爱你一样。嗯哼，妹妹。家里已经有一个妹妹。家里哪有一个妹妹？你好，对啊，你是我最可爱的妹妹，对不对？
开心。那你第一次参与我们的性别揭晓的过程，我们家要变成一个姐姐，一个弟弟，再多一个弟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是妈妈的妹妹，拜拜。Welcome 弟弟，拜拜，拜拜。